星期日的夜晚，在威靈頓街123號 Art Jamming。 Queenie 在做什麼呢？看看裡面。不好意思，我相機放在這個冷氣機裡面太久，所以現在蒙了。沒錯。 Hello， 今天呢我就來Art Jamming畫畫。今天是畫什麼呢？就是來畫畫的朋友可以帶他之前的舊畫來，就可以交換一個新的帆布。畫完個帆布乾了之後呢，Jamming 的同事就會整成這個袋，沒錯了，沒錯了，是這個袋，環保購物袋。我們進去看看，小心。 Hello， 沒錯了，這裡是老少咸宜的地方。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材料，大家可以在這裡買。嘅畫咧，整出嚟個袋就係咁嘅樣啦，可以賣餸，可以敗家。我要慢啲，費事大家睇到頭暈。呢個就係啲 staff 啦。頭先個個都補完粉嚟啦，我一話要拍嘢，而家個個喺度扮曬嘢，唔喺度望鏡頭，其實個個都啱啱補完粉。唇膏已經，我睇下我嘅 neighbor， 我嘅鄰居畫啲咩先。哇，好靚啊！係。之前咧，我已經畫咗一幅啦，係 bling bling 嘅，收埋咗啦，要等佢乾就呢一幅啦。係啦。我要慢啲下。咁喺度畫畫都幾方便㗎，嗱，睇下。顏料好像布菲咁就任攞唔嬲啦，睇下有個包裝嘅，好似擠雪糕咁樣噶，見唔見到？充滿咗呢個藝術嘅氣氛，連埋啲小朋友都落嚟畫喎，我嘅鄰居。我是一毫子冇收的，冇做廣告費嘅，即係唔係打廣告。咁啊，睇下啦，睇下啲 art jammers 佢哋畫啲咩啦。啊，呢個好犀利，亦都係紅白藍袋，不過佢係唔同感覺嘅。兩塊最靚嘅嚟整袋仔。Hello， 係呢個啲 staff 嚟嘅。OK， 下頭嘅人。我要 smooth 啲。好啦 ，Kenny 要翻去畫畫啦。呢一幅就係我第二幅嘅畫，睇落好似冇乜料到。其實我係打咗個底。